在2024年，星宫再次降临，为我们的生活带来挑战和吉祥啦。今天我们将探索七次霸白和九紫这三颗飞星。七次来到正南方离宫，它视为破财之星，也代表了口舌是非、刀光剑影以及世界大战的潜在影响。在得令时，七次星有助于那些以口才为生活的人，比如歌星、演说家还有占卜家。但当失令时，它可能带来口舌是非、身体上的呼吸和肺部问题，甚至火险。用五财神来提升运势，降低影响啊。霸白星来到正北方坎宫，它是正财之星，代表财运和功名富贵。在得令时，霸白星为人带来财富，甚至可助力事业成功。但当失令时，它才失意，甚至面临瘟疫流行。尽管星宫相克，它依然带来了财富机遇，用上聚宝盆吊饰可聚财串财啦。九紫星来到西南方坤宫，它是喜庆之星，代表了爱情、桃花人缘和天乙贵人。在得令时，帮助人们建立美好的爱情关系和拥有良好的人际关系。当失令时，它可能导致桃花劫、损丁破财，甚至火灾、爆炸、眼疾、心脏病等等。这个星宫的风水布局可以帮助人们吸引爱情和建立家庭，必须挂上八卦符，福气满满，和乐融融啦。在2024年，这些星宫将继续影响我们的生活。通过谨慎处理风水布局，我们可以最大程度的享受好运，避免潜在的困难。让我们一起掌握这些星空的秘密，迎接未来的挑战和机遇啦。